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，谢谢。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，肯定不是。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。不但不是给你的，其实都是给我的。先做一个介绍啊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岳云鹏，这是我今天的搭档，叫沈腾。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。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忐忑，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。对，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。对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特别的好。这个沈腾啊，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，了不起的一个演员。哎，不敢不敢。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，这话没错，对吧？对。想问问您什么学历？不高，大学本科。大学本科？对。好小伙子啊，你什么学历啊？我什么学历？大学。哪所大学啊？北大。哪儿？你给我出去好不好？北大，北京大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什么是可以呀、啊？北京大学，我从那儿路过过。废话，我还从那儿路过过呢。不是不是，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。那叫空大，那叫北大吗？那叫北航。咱俩都互相这么尴尬，有意思吗？你非要提呀、啊？那不是，差一点。也不是，博士。北京联合大学。那叫河大，联大。脸大，我看你。到底哪个北大呀？北京大兴啊。谁问你住哪儿了？我问你在哪儿上学。我没说我住那儿啊，北京大兴啊。北京大兴哪儿大学啊？庞各庄大学。庞各庄那叫大棚。别跟我提大棚知道吗？别跟我提大棚，到现在煎饼侠没给我钱知道吗？谁说这是那大棚啊？跟我聊什么大棚啊？我说这不是人，这是种西瓜那大棚。北京大兴庞各庄种西瓜大棚。我没上过大学行吗？怎么了？我骄傲了吗？你凭什么骄傲啊？我自豪了吗？没上过怎么了？照样说相声就这么不要脸怎么了？哎，这替你臊得慌。你不用臊得慌。高中上过吗？什么高中？高中得上了知道吗？高中得上了。高中在哪儿上的？庞各庄。庞各庄。庞各庄一高。庞各庄一高上了几年啊？好几年呢。好几年是几年？一共几年？告诉我一共几年？高中一共几年？一共几年都不知道？你告诉我你上过高中。还挺聪明，还挺聪明，炸不出来，你看见吗？我以为能炸出来呢。哇，小品演员也这么聪明。好，我小品演员怎么傻到哪儿去了？不错不错啊，高中我四年，从你的眼神我就能看出来不对。哼，到底几年？三年。哎，我缓和了好多。三年。哎，三年。哎，说准了三年。都学的什么呀？学东西可多了。嗯，哎，插秧啊，建苗啊，什么。没上过高中。没上过高中。怎么了？高中你就说。我骄傲了吗？我自豪了吗？我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没上过高中的举手，我看看有没有。哇，哇，你们好不要脸呐。真敢举手啊。初中上过吧？初中得上了。初中要是没上那说。初中哪上的？这都是我的同学。庞各庄一初。好，老庞各庄了啊。哎，初中上了几年啊？几年？八年呢？你是不是八年大哥？
大哥你出去好不好？学的扎实，还干啥？我八年学的扎实。三年，初中也是三年。初中也三年，还真蒙对了。嗯、什么叫蒙对了？那初中学的什么呀？初中，我不能老插秧吧？这怎么改群口了是吗？我觉得在这个台上聊那个没有意思，聊就聊让大伙儿喜欢的。什么大伙儿喜欢呀？什么大伙儿喜欢、嗯？我问问你啊。嗯。一个月挣多少钱？喜欢吗？不是，是不是有点私密了？这话题是不是敏感了？太敏感了。问就问敏感的，知道吗？多少钱？一个月不到十万块钱。不到十万。嗯。说具体点。四千三。您稍微等一会儿，稍微等一会儿啊！嗯、你们管四千三叫不到十万呢？四千三到十万了吗？你看那个郝建的样子，你看看，四千三到十万了吗？哎，确实没到啊。你呢？啊？你呢？我每个月不到一个亿。你就直接说三千几？三千五。你们每个月奖金多少钱？你们还有奖金呢？没有啊。没有你问我，吓我一跳。省得你尴尬嘛。吓死我了，我们都没有奖金。你师傅也不能那么大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意外收获啊！我们在后台对词儿绝对没有，敢逗哏了。看来是不紧张了。嗯，来一个。哎呀，这没桌子挡着，还又有点紧张了。好，重新鞠躬啊，逗哏了。哎，说相声真的挺难，第一次说相声十分紧张。嗯，跟小月月熬了几个大夜。三天。三天，熬了三个大夜。嗯，啊，说眼眶都黑了。这个别看我之前没说过相声，但我跟你们相声界的大腕儿，啊，什么马三立呀、啊，这个侯宝林呐、啊，这些大师们都不认识啊。你不认识，你提他干什么？我以为你们好朋友呢。不是，那常宝华我也不认识。我也不认识，好尴尬，好尴尬。那我提一个人 啊，你肯定认，谁？于谦于老师，我大爷，我兄弟。真的真的，你们逗哏的怎么都这么不要脸呢？你还知道啊？你还知道啊？我大爷，你说跟于老师大爷啊？嗯，有一天我跟于老师喝酒，嗯，于老师喝多了，非要逼着我开车送他回家，给他送到家门口，非让我进屋啊。于老师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好客，假客气。嗯，进了屋之后，扯不过去了，就想跟我显摆显摆。其实他新买那房，他说：“这。”冰箱还显不显摆？就是啊，这彩电啊，哎，这是我们家客厅啊，客厅，好，客厅啊，我走，我领你进我们家卧室看看。卧室？我也这么想，这么私密的地方，你让我进去干嘛？说的是啊。我转念一想，哦，也行。于老师喝多了，对吧？我把他扶到床上，他睡了，我走。挺好，挺好。进卧室了，咔一开门。小沈，看见没有？床，我的床，床也显摆。嗯，这床上是女的啊，我媳妇儿。这也介绍？这男的是我。信息量好大呀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后来把我们俩打一顿。谁打一顿？喝多了走的不是他家。吓我一跳，汗都下来了。怎么样，逗哏感觉怎么样？哎，紧张，我这汗都下来了，好久没出过这么多汗了。前一阵跑马拉松我都没出这么多汗，我都湿透了。换过来吧。换过来吧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